你说行，今天咱给整点那个木板啊，把木板给它床给它隔上点，你看一个格一个格的，完了到时候进鸟的时候好好整。快搞完了啊、哦！那一个格一格，咱给它隔上。这家伙的挺热呀、啊，晌午了，有点热了，先歇会儿。哇，三姐，我自己做八叶网。我说你自己做八叶网啊，这回吃鱼，你大了就扒着。接一块儿。接一块儿啊？能？你这玩意整的太长了、啊，不是整的太沉呐？全老铁呀、啊。回家挑个木头杆去，我琢磨哈。我给你把了。杆短了，够不着大鱼了，看。这长点，往深够。烫手啊！走吧，看能不能整着。我给你拿桶啊、哦。我扎下去啊，扎脚啊，这块就吃鱼方便了。上鱼了啊！哎，这么些虾呀！这虾米呀、啊，八虾网八虾网的。干啥的？干哪来就这来。真能扒虾呀！啊，地方地方吧，看看吧。哎呀，这还多。我说这玩意先吃下来吧，你不信？真是。扒一口，扒了一把，回家就吃。回家就炒了。太香了、啊，这是不是直蹦看？这玩意炒吃是最好吃，就是干炒是吧？干巴炒。对，炒翻巴了。你紧紧张，这一张就不好使。扔就来。往里扔就来。这碗多好。这家伙长大了，哎，哼，怎么样？到两网吗？那窝了圈儿，三姐夫，那窝了圈儿，假那块儿，下网就有鱼啊，上来了就行，嗯。啊对，瞅点啊、哦，这家被封啊这块儿，很扔里去，爆网了吧？看看，是不是爆网了？哎，你瞅这个的，一窝犬子是吧？你这个呢？一棚。哎呀，行，走啊，回家吧。再来一下。再来一下吧。这玩意离咱家也就，要不要功夫就来了。哼，扒上瘾了，不回来了。你看这家整多少？没中奖，没有。真多呀！怎么样，干巴的啊？大虾。干炒，就是干巴了是吧？泡点油，我轰它，再找我别上锅上火。那有小麦穗，我就炒啥？小麦穗你看好。小麦穗我怕干，我怕冷，行，这挺好，这挺好。酒、啊、还有了吗？酒？没有呢，没事，我拿去。
家里有，我家还有两箱，还有两箱。因为我这还有两箱呢，改天拿，都拿这儿去。行，是。